我们的课程其实叫做跟着弯道一起翻转学习啦哈、哦。那刘老师在这方面，你刚大家扫了 QR code 就知道他上课一定是非常有趣的哈、哦。所以而且跟大家讲一下，你们现在是有入镜头的哈、哦。所以你看大家有看到我吗？我们有雾化处理，我们有雾化处理。所以大家等一下要认真一点上课，然后有问题的时候就扫这个 QR code， 老师上的不好也可以在那边反映，老师上的很好对对对对也可以在上面，这个都 OK 的哦，都可以提问，都可以在那边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请廖老师开始我们下午的课程，谢谢，请大家掌声。感谢哈、哦，但是他刚讲的我已经录好了，我有录下了。